我胸，他还这样 biu 捏了我两下。一捏你胸，我以为那是肚子。肚子就可以随便捏？我底下不清楚。承认了，警官听见没？他是个惯犯呀，死变态！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。抓变态！他摸我胸。说，你还在哪儿摸过谁？受害者有多少？还是那句话啊，坦白从宽。我真没摸过。没捏胸是吧？行，那咱们就聊聊捏肚子的事儿。他小时候肚子上经常有坨肉，我经常就，对吧？好玩。你声音怎么那么熟？你听错了吧？你转过来。我不。你转过来。你瘦了？没有，100多。你是不是胖了？没有，100多。哦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呢？本来准备给你们个惊喜，结果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。是挺惊喜的。那我爸那边我就不跟他说了啊，你自己去给他惊喜吧。啊，按原计划。行。李尖尖。何子秋。